今闻如是巧幻师，幻作诸男女，虽见诸根动，要以一击抽，其击归既然，诸幻成无性。小字体，此欲从真起妄，反妄归真也。巧幻师，即能作之人，欲真如能随缘。幻作，即所作幻术，欲成是无明。我们做事在无明之中做事。诸男女，即幻作之人，欲六根。一机抽，即诸根动之机关，欲一精明之体分成六用。习机，修习机关而不抽，抽的机关修习，欲炫一根精明之体，令其还原，让它都恢复到本来。归既然，男女诸根皆不动，六根俱解脱。诸幻成无性，所依幻处亦成无性，即气界亦超越，情界、气界全部都超越。情就是我们众生，气就是世界，我们看得见形相的世界。经文六根亦如是，原一亦精明，分成六合合，一处成修复，六用皆不成，成垢应念消，成圆明净妙。于尘上诸学，名即即如来。小字体言六根中性，亦如幻人之诸根。一精明，是依真妄合合而起，而为六金之总相，即陀那维系时。陀那维系时是从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中出来。六根是能依一精时所依，故曰原依一精明，分成六合合。合合根成，合上幻师，幻作男女，虽见诸根动，要以一击抽。一处成修复，指耳根反闻照性，合欲中习机，六用皆不成，习机归既然，情界脱缠，众生有情的世界就脱离缠缚。尘垢即指气世间，尘垢指凡尘有形有相的世间，六尘垢染世界，应念化成无上之觉，成圆明净妙，气界超越，可以情界脱缠，气界超越。余尘断无明未尽，未知有余维系之尘，尚在诸学，就是有学。明即即如来，无明净尽，本名正极，即是究竟如来。法门既妙，修正又巧，成佛无难，所以选耳门文殊畅谈结论。经文大众及阿难，炫汝道文机，反闻文自性，性成无上道，圆通实如是。小字体文殊选定耳根圆通，劝众普修，亦为反闻之功，易而且速，很容易又很快速，故呼大众悟迷本闻，即汝阿难悟在强记，真实圆通为在旋转寻尘之颠倒闻机。真实的圆通就是我们要旋转寻尘及随顺凡尘那种颠倒的闻机，我们把佛性发挥的闻机去闻凡尘的那些声香。若能反闻的话，反闻我们的自性，我们的自性就会呈现反闻闻性，此性即是圆湛不生灭性，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，亦即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实成佛之真因，成佛的真正原因。故判决此性定成无上之佛道，绝对可以成道成佛，即究竟即果，到达最顶点的果位。圆通法门虽多，初心真实为修文性，这就很快又很简单，很容易记。今闻此事为成佛，一路涅槃门，
过去诸如来司门已成就，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，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，我亦从中正，非为观世音。文殊菩萨说，不只有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，我也是这样修的，所以我亦从中正，从耳根圆通证悟本性。小字体词是十方三世为成诸佛道菩提家，入涅盘门，一条妙修行之大路。过去诸如来司门已成就，这一个修持方法都成就了，现在诸菩萨虽未成佛，今依此各入圆明，未来修学人修道学习的人，必当依此耳根反闻之法如是而修。不为诸佛菩萨由思而入，即我文殊亦从耳根反闻之中而得修正。经文第160页。诚如佛世尊寻我诸方便，以救诸末劫，求出世间人，成就涅盘心，观世音畏罪。小字体成者真也，如佛言，真真如佛所命，寻我二十五行，二十五个修道方法，谁当其根，兼我灭后，此界众生入菩萨城，求无上道，何方便门，得以成就。阿难，及此界众生耳根最利，寻声故流转，我们都追寻着声音，所以才流转六道，旋流或无望。我们把出外缘成的那个注意力旋转，让它回光返照，旋流就可以得到无望，无望就是真，就可以得到真，成就涅盘心，可以成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，观音耳根圆通最优。经文自于诸方便，皆是佛威神，即是舍尘劳，非是常修学，浅深同说法。小字体自观音耳根圆通之外，其余诸二十四圣所修方便法门，皆是佛之威德神力，令其极欲之事而能舍脱尘劳，非是通常可修之法。若是通常可修学，不须仗佛威神加倍，但任运进修，自能入圆，进入圆通。亦非是浅位与深位同时可以说法，若浅深可同说，浅深可以同时说，不须即是而舍尘劳。如那律师名，佛是乐见照明，周离却诵，周离盘陀家没有记性，诵记与诵不来，佛教调习摄心。如鸟雏多营，佛教观欲火，欲火一起，全身都火热，难陀心散，佛教观鼻端。此皆即是舍尘劳，就是在他们生意的事相之中去修持。人各不同，岂可以痛修乎？人都不一样，遇到的事情都不会相同，所以修的法门也不会一样。且此等为对于浅位，深位则不相宜。如须菩提之解空，富楼那之宿变，皆属身心，那都是修得非常久，才得到他们的根底。起浅至初心可得入哉？我们智慧很浅，又初心开始要学，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程度。若耳根圆通，则是浅深可以同说，久长可以共修，而最初入门最适宜。经文顶礼如来藏，无漏不思议，愿加倍未来于此门无惑，方便易成就。堪以教阿难，即末劫沉沦，但以此根修圆通超于者，真实心如是。
愿加倍未来于此门无惑，在这耳根圆通的修持法门没有迷惑。小字体敬礼尊法，很尊重这法门，以此耳根一门修正定体，即前佛说三如来藏自性清净之理体，所正定用乃属无漏无畏不思议之事用，此正如来真如法身全体大用，故顶礼求加。如来藏，如来即佛宝，藏为藏心法宝，加倍众生于此耳根圆通无生疑惑，方便易成就。不止阿难，众生一同。今闻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的大开示，观佛菩提及大涅槃，犹如有人因是远游未得归还，明了其家所归道路，要怎么样回家，路都已经非常明显，知道怎么走了。小字体此阿难一类之机，就是有学但程度不很高的，所知障轻故能顿悟，而烦恼障重故未能顿证。我们都是被所知所障碍，所知障、烦恼障，我们大概两个都具备，且圆顿教旨为众彻悟，彻底的领悟，不愁不证，就怕不领悟，你领悟以后一定证。阿难既是大权示现，故意示现比较低的程度，要来带领末法的众生，虽不正亦附和爱，不正没有妨碍，阿难的发心非常大。此了然者，豁然贯通，豁然贯通就是了然的大开示，文殊分明指出，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？即成就涅槃心，观世音畏罪，要怎么样成就？就是观世音的耳根圆通。今闻普惠大众，天龙八部有学二圣，及诸一切心发心菩萨，其数凡有时恒河沙，皆得本心，远程离垢，获法眼净。信比丘尼及摩登伽闻说记已成阿罗汉，光听文殊菩萨这样一讲，他就已经证悟到第四果阿罗汉。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小字体皆的本心者，即悟的本有真心，各位前贤皆的本心没有，远程离垢的见法之眼清明。信比丘尼是摩登伽闻是记后成阿罗汉，即证无生法忍，在不生不灭佛性法里面已经安住不动。忍是安住不动，凡尘的忍耐是别意，重点不是我们要忍耐，佛经的忍都是安住不动。各位前贤，假如我们一直忍耐，有没有办法到永远？一定会爆发，所以安住不动就不一样。什么样的恨意他都不会放在心上，因为无我相、无法相、无非法相，然后在四相之中无我、无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全部都没有。那谁在侮辱我，就没有，那没有的话，谁要忍呢，就没有。所以就安住不动叫做忍。又有无量众生发无等等无上菩提心，无等等等于为佛果菩提乃为无等，无有何法可与等其最上之意，没有比他更高，也没有跟他相等其的。今闻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，合掌顶礼，心机圆明，悲心交集，欲意未来诸众生故，稽首白佛，
大悲世尊，我今已悟成佛法门，是中修行的无疑惑。常闻如来说如是言，自为得度，先度人者，菩萨发心，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，如来应是。我虽未度，愿度末劫一切众生。小自体心即圆明，悲心交集，心即根中圆湛不生不灭之真心，积极旋流反闻，次第解结之事迹，不达本有之心，则旷劫积行，徒劳无益。所以我们不通达，不知道，不启发我们本有的真心，你再怎么久的时间一直在修都没有利益，不达修正之事，就是没有办法证悟佛性，则成埋宝藏，莫就贫穷，宝藏都被凡尘所埋没，我们都很贫穷，没有这些宝藏来生活。今信修必达，故曰圆明。得路未归故悲，道家有望故兴，得到道路可是还没有回去，所以悲。有希望可以到家了，就很欣慰很高兴，一时悲心交集于一心。自解已圆，自己对真理的方面已经圆满，悯后未悟，怜悯往后末劫，我们现在是属于末劫的时候，没有办法领悟，现欲利益未来末法诸众生，故请佛明示如何安立道场，远离魔事。经文第161页。世尊，此诸众生去佛见远，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，欲摄其心，入三摩地，云何令其安立道场，远诸魔事？于菩提心得无退屈。小自体末劫时候去佛见远，根基越薄，邪说尽心，真假莫辨，有欲修者，于菩提心得无退屈，应如何处置？今闻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，善哉善哉，如汝所问，安立道场，救护众生，末劫成逆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阿难大众唯然奉教。小自体此赞其请问之当，很恰当。善哉，有二意，一善其发利他心的菩萨正行，二善其请道场意的利他法要。亦未如汝所问，知恐邪师说法扰乱定心，必须安立道场，方可远离魔事，此成就度一切众生，末劫之时免于沉沦陷溺。即要之法在2500年前就已经讲了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那么多的邪师在说法，都要扰乱众生。今闻佛告阿难，汝常闻我毗奈耶戒律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，所谓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小自体此佛正说道场住行，前佛对当机发明如来藏心，有耳根圆通，物理直入者，乃为正修。今当机阿难，怜悯末劫，恐多障难，有志欲修者，设立道场，所以如来有待世间修之说，名为住行，为住正修之行。然住有二：一，或众者先持境界，以至断发业无明，先把发业无明至断；二，习众者坚持密咒，秘密的咒语，令熏断具生无明，具生无明很难断掉。
故知末世修禅定者，非此住行，则不免于邪说所惑，被邪说所迷惑，而成魔子魔孙。因今世人出言缺少三思，讲出来都缺少三个戒定慧。毗奈耶等于佛所说之戒律三藏之一，又云毗尼或毗那耶，亦曰灭律调伏。戒律灭诸过非，过非等于过错及不对的是非，故云灭。断绝轻重之罪者，故云律。调和身与意之作业，制服诸要行，故云调伏。宣说修行三决定义，戒定慧。摄心为戒，收摄其心，一念不生，众戒具足。所以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，所有的戒律都具足具备了。我们心一外放就破戒了，心一收回来就守戒律。所以佛的戒律之中，也是要我们成道成佛，所以摄心便名为戒。因戒身定，心既摄已，既然不动，见身于定，如风止息，波浪自停。风止息了，波浪就没有。因定发慧，定心成就，本明见发，我们本有佛性的光明就渐渐的发挥，照含万象，如风停水战，自体生光。无碍清净慧，皆从禅定生，则名三无漏学。所以修道者一定要去行持。经文阿难，云何摄心？我名为戒。若诸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盈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盈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小字体心为戒本，心为戒律的根本。若摄之则名持戒，放之则为破戒，故以摄心名为戒也，大乘的修法。阿难所思即是程度不深者应如何补救？所以佛特示助道之行，若以示现之得出果须陀洹已步入六尘，已无须加此沙道淫妄之沈迷于凡尘，这个佛都不用再讲。所以阿难所请的就是为我们末劫的众生除离之修法，可见阿难发愿之深。不顾富楼那之揶揄，富楼那嘲笑阿难，阿难都不会见怪，忍辱负重，无非欲后世众生有明法可循。佛明确地说，此经所占的水平是在本性上，所详论是耳根圆通，反闻照性，尘王根净，尘都没有了，我们的根就没有对象，脱根脱尘，哪有自现尘净？不会再陷入凡尘的景象，起杀道淫妄之事，不会再生起杀道淫妄之事，故知此家行持戒，道场持咒是为中下根之备，开方便之门。自觉还身迷尘是沉静者，加紧脚步，奋发图强，快马加鞭。六祖言定慧一体，不是二，是言其已成就。此戒定慧是言其过程。正因众生离道太远，欲修者先须守戒，以戒隔除尘染，定慧才能显现。六祖所讲的定慧一体，就是这边后面所讲的两个，一定要先自己的程度够了，然后再来接收定慧一体。若诸世界六道众生，皆因淫欲而有生命，我们有身体都是从淫欲来的，是以缠缚生死，都绑住了。作爱就是生之因，其心不盈，则生之因已断；心不盈欲，
生的因已经没有了，无生就没有死，才能脱出轮回。于淫欲一事，非但不动身口，亦不生一念思想之心，方与摄心位界相应。心既清净，则树道根断，枝叶不生，自不随其生死相续。如后干会的文云：欲爱干枯，根茎不偶，根根茎已经没有对立，现前残值，不复续生，可证思矣。汝修正定本出离尘劳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淫欲为尘劳首。经文第162页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，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。彼等诸魔亦有徒众，个个自谓成无上道。魔王他也是一样要成无上道。小字体代淫修禅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事智变聪，善说诸法。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，魔乐欲尽。既不断淫欲，则堕魔界。今以禅定多智而助淫心，使淫增炽。如此修法已偏了正道而不自知，个个自谓成无上道。我慢成习，慢等于骄傲，非果即果，不是可以得到果位，他自己说得到。其人亦不觉已着魔，如此则直堕地狱无疑。经文第162页。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魔民，炽盛世间，广行贪淫，为善之事，令诸众生落爱见坑，失菩提路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断心淫。是名如来先佛世尊，第一决定清净明慧。小字体我者佛自称，灭灭之末烦恼，即见思二惑引起，和根本烦恼，即三界无明。度二种生死，即分断和变异，灭度即去世之别称，已经离开凡尘。正法相法已过，末法之中，去圣时遥，离圣人比较遥远。魔强法弱，魔很强，佛法很弱，故云多此魔民，炽盛世间。如火炽燃盛发，世间尽受其焚。广行贪淫为善之事，即先世代淫修禅之辈，来为教师，现通现慧，显现神通，显现智慧，密教行淫，暗中教人行淫，以为佛事，地相传授，自以为善之行淫之事，善时行淫之理，令诸众生落爱见坑，爱即思惑，见即见惑，而以淫欲为教化之端，则堕爱坑，而以淫欲为真修之法，则堕见坑，见思二惑是生死因，落此坑则失菩提正路。特嘱阿难，特别交代阿难，转教末世，淫欲为大定冤贼，不为身不行淫事，且要心不起淫念方可，心不要起。此正防微杜渐，临身履薄之戒。果能如是，方明如来先佛世尊指过去诸佛，今昔之佛，皆作是说，定可信从。第一者，居四重之首，杀盗淫妄，决定断除心淫，清净修学，究竟明慧。经文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淫修禅定者，如真杀时，欲其成犯，经百千劫，指明热杀。何以故？此非犯本，杀时成故。
所以我们修道一定要修到根源，假如不对的话，我们用砂石一直来煮饭，煮的再怎么久都不能吃。所以一定要找到根源，不生不灭佛性本体。小自体而以禅定熏修，欲知以真，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，然后缘成果的修正，欲如蒸米成饭。假如不修正因的话，再怎么久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成道成佛。今闻汝以淫身求佛妙果，纵的妙物皆是淫根，根本成淫，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，何路修正？必使淫机身心俱断，断性亦无，于佛菩提思可希冀。如我此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波旬说。轮转三途必不能出，轮回三恶道都是很苦的方向，苦海不能出。小自体摄汝不断淫欲，是以淫身求佛所证妙觉及果，诵经多劫，修了非常久，修习的开妙悟，皆是淫根。根本成淫，处处变发，一遇到景象，你就发那种欲望，想要做爱，由此恶业必至轮转三途，人身上不可得，况欲修佛果耶？佛所证之如如理，何路修正？必使淫机身心俱断，机者发动之由，发动的原因。身之淫机由心始作，心一动了，身才会有动作，心之淫机由念意放，念放意，所以心就会动，必使一念不生，身心二途方的俱断。若使能断之性犹存，而所断缘引仍在，终非杜绝，必使断性亦无，能所双泯，方称无病之人也。于佛果菩提思可希冀，才有希望。如是名为佛说，这样讲的话就是佛所讲，不如此说，不是这样讲，或言行淫不爱真修，是即波旬说，速当觉之。波旬魔王之名，此云恶者，能伤法身而害慧命。梁武帝位此波旬恼害于人，一之为鬼，把他改一个名称叫鬼。以上是讲淫，接下来就讲杀。剩下约14分提问问题。问：无遮法会，无遮是什么意思？答：无遮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度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全部都可以进来。无遮没有遮止，有遮就是有挑选，有一些不能进来，不能听。只要你肯研究肯听，你就可以进来听，这叫无遮没有遮止。一般有的都会限制你要有程度你才可以参加发会，你没有到什么程度就不可以去参加，这就叫有遮。问：独觉是什么意思？答：独觉就是没有老师教，而他自己观察万象荣枯生发，然后枯萎了，他领悟道理了，这叫独觉，独自觉悟，不经过老师教导。辟支佛就是独觉，独觉跟圆觉，圆觉是修十二因缘，独觉是观察万象，万象都有一直生，然后长、异、灭、荣、枯，很兴盛，他观察这个道理而领悟，这叫独觉。问：刘讲师，这样他是自证吗？那个程度才叫辟支佛，
是在菩萨之下，因为他只有观察万物，还没有把他知道的来度化众生，所以他还没有进入菩萨位，还在声闻缘觉的位阶，是属于自勒汉，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就好，不管别人。问，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好像是营，那是不是去了以后，我们比较好修道？答，因为我们现在上天大开普渡，那是从我们的心里面修持，因为心营，各位前贤，你心意产生了想男女做爱的，你看得见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兴起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各位前贤，这个羞耻就是不起那个念。要了解为什么说中下阶层，就是不是一个很高程度的，而不是很高程度，就要先从行为来规范，行为规范以后，慢慢你才达到心性。最重要，他为什么说摄心未戒，就是我们心不外放，你把心收摄回来，把这个当作戒律，当你收摄回来，是不是都觉了，没有不觉？那你没有不觉，就是没有无明，没有无明就不会做错，不会做错就不会落入恶的果报。所以我们能够收摄，能够回光返照，我们这样修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。我们在讲，假如大家都清修，都不结婚了，那凡尘都没人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候在这个大场合有一些道还不好说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，孔老夫子也讲食色性也，所以你知道就好，不要讲。问，刚刚刘讲师你有说到安住心不动叫做忍，但是里面有一段南陀心比较散乱，佛陀教他观鼻端，这两者有何差别，如何去修？答，各位前贤，文字是帮助我们了解状况。安住不动，假如是以我们了解的动跟静来进入的话，那完全都离题了。我们已经知道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，然后轮廓呈现，然后又深入其中，又通达整个宇宙虚空，你再还有所住的话，那就绝对不对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讲这个现象呢？要讲，你能够到达，要先了解轮廓，然后你让它茁壮长大，然后你一直就能够在不生不灭的本体当中，你都不要再有起心动念来做凡尘这一些不该做的事，那要怎么说？所以就用忍，忍就是安住不动，安住不动就是你整个佛性本体全部都了解以后，你不要再有什么样的状况出现，所以我们用这个字。那你用安住不动，我们都会说不要动，不要动好像比较容易知道。可是这个忍用的就很妙，忍耐。所以真正要你到达就是全盘了解的那个状态，那个状态要怎么说？无言，无言之法，然后勉强来说叫做忍，叫无声法忍。既然都无声的法，为什么还要忍？所以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。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之下，你要那样去追求，所以就用忍，而不用安住不动，是这个意思。南陀是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弟，同一个父母生的。
因为南陀跟佛一样是有三十相，只有差两相，三十二相就成佛。因为南陀很喜欢男女之间的情爱，佛就叫南陀，你要了解凡尘的万象都是假的。当然佛经里面没有记载，可是这边把它记载说南陀观鼻端白，因为南陀神散，神散就是分心。为什么分心？就是因为南陀都喜欢女孩子，所以分心，叫南陀观鼻端白，就是叫南陀观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。我们要了解你观你的鼻端白，我们这样眼睛观下来刚好看到鼻头。假如我们心念太多，你试着观看看，你一观了以后，你就没空去想东想西，你就只能看着鼻端这里。看这里会是白色吗？不会，可是你真的观久了绝对不一样，你就自己去做，你才会知道原来有这个功夫。你还会看到你的呼吸之气成两条白烟，等一下会说看到鬼，可是你真正的做那就是功夫，真的就是有，可是不能住香，那就是已经专一了，分散的心，神散已经没有了。问：有人常在睡梦中梦见和修行者对话，或看见特殊的景象，这样对修道人有帮助吗？答：尿床梦，不要管它。除非祖先来托梦，祖先来托梦就表示对你寄望很大，因为祖先要来托梦，祖先要向阎罗王用功德去换，这样才可以来托梦。所以祖先来托梦的梦你才要注意，看那个梦跟你讲什么，那个才是重点，剩下有的没的都是尿床梦。问：仙佛批的训文很多，我们都没有去研究，活佛老师常提醒我们要研究信心法，此两者我们要如何来抉择？答：训文就是信理心法，所有佛讲的训文里面都是信理心法，只是我们不投入研究而已。当你研究以后，你再回去看训文，你一定看得懂这在讲什么，以前看不懂，但现在都看懂了，就是信理心法，所以一样没有冲突的。你很热心看仙佛的训文，绝对你就会知道我们在讲的就是在讲仙佛的训文。问：现今的社会有人会用法术，也就是遁法，将我们身边的东西取走吗？答：妖魔鬼怪呢？那个没办法的。倒是我们的生辰八字不要随便给人，假如真的有学邪法的人，不正的那一法的人，他会有办法让你生让你死。所以真正我们的生辰八字不要给人。刘芳村讲师 underscore 楞严经 underscore 第49篇 underscore 台南同义宫 underscore 101年12月15日。感谢各位前贤们提供文字档，文字仅供参考，若有错误要以刘讲师讲课原因为主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坛主，各位前贤，大家好。后学沾道天恩师德老前人，前人大德，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后学机会学讲。我们讲到第162页，我们讲耳根圆通以后正修的阶段，在这个地方差不多算结束了。往后讲的都是属于住行、
就是帮助我们修行，有一些都是基础的功夫。这一次是第49篇，到下礼拜是第50篇。在50篇的时候，我们准备要做成可以提的小整理包，从第一篇到第50篇。CD 片的话就从第一片到第100片，会有一个大的整理包。DVD 片是小的整理包。当到第50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寄过来。各位可以在这前半部的时候多用一点心，因为全部都是正修正确的修持。我们讲到第162页，这本总共有272页，刚好还剩下100章。我们讲六祖坛经共有44集，讲道德经共有43集。而现在我们楞严经已经讲到48集，今天49集，下礼拜就50集，都还没讲完。可以说楞严经特别长，讲得很详细。各位可以在不熟悉的地方多听，让它熟悉，听得熟悉以后会融入我们的性分，当融入性分以后就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们性分之中有这些东西，就绝对可以成佛。所以我们只怕不知道真理，知道以后不怕我们不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良知良能会促成一直告诉我们，要做，要做，快做，那不知道真理就没办法，他不会叫我们快做，要做什么？做凡尘事，越做就越烦。我们修性理心法，就越了解到我们佛性本体，就可以超越凡尘的所有现象。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它不管万年前、万年以后都是一样，没有生也没有灭，那我们不研究就不晓得。当我们研究以后，就知道原来是这么殊胜的，这么殊胜的最上乘佛法，可是我们都没有机会研究，所以不知道。而现在我们有机会研究了，假如能够秉着那种延续的精神，三年多一定都有所得。各位前贤有没有所得？有，一定会有。我们知道修道就是要走这个路，这个是正确的道路，要明心见性，见性才可以成佛。你见不到性的话，那怎么成？并不是说我们一口气不来了，回去礼天然后再修。你有身体都没办法修，那没有身体你怎么修？各位一定要知道，有身体要借假修真，赶快修。修什么呢？修我们的脾气毛病。我们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，可是我们的习性非常多，我们把这一些佛性没有的东西，把它去掉了就好。当然有一些我们都是已经习惯了，这叫做记得的利益不肯放舍。我们一定要把它放，为什么？那个不是佛性的东西，佛性里面没有贪甜吃，可是我们现在的贪甜吃都很厉害。所以要认识我们到底在贪什么，我们在生气，甜，什么？那我们为什么无明呢？吃，这我们都要了解到。贪，当我们一口气不来，什么东西都带不走，那贪有什么用呢？贪来送给别人，那何必多此一举，都不用贪，
在生活之中就做到不贪也不甜。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了，我们就生气。甜，凡尘都是变化无常，没有什么利益受到损害，所以甜也就不会发生。吃就是无明，无明就是我们都不研究真理才会无明，一研究以后就明了，所以我们越研究就越明，越光明都是正面就没有负面，所以生活就越快乐，不用等到以后上天堂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已经在天堂了。所以日常生活之中就是一定要做。那我们都一直在讲万缘放下怎么做呀？后学说第43片的念佛圆通，各位可以详细的听一听，看一看第43片的念佛圆通，大势至法王子念佛圆通。念佛圆通我们讲三次，第42、43、44片全部都有讲，可是第43片是详细解说，第42、44片只是念过去而已，没有详细解说。虽然名称是念佛圆通，可是它的内容都是告诉我们万缘放下，怎么样做，那个内容全部都是。不要再另外生出一些枝节，一定要按照念佛圆通的内容去做，才真的叫万缘放下。万缘放下就已经是念佛圆通，念自己的自信佛可以到达圆通，很殊胜的，不用再另外找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助缘帮助修道的因缘，有杀道淫妄。第一个先讲淫，这是一个基本功夫，当我们一修到最究竟的时候就没有两性对待，因为我们佛性可以当男生可以当女生，佛性的本体没有决定是要当男生或是要当女生，我们佛性本体是一个绝对体，没有对待的。那没有对待的话，我们讲淫，那要跟谁做爱呢？自己跟自己做爱呢？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当我们一回到佛性本体以后，没那个事。那我们落入现象，为什么会很喜欢？住香，住在行香，不管是坤道，不管是干道，只要你是住在行香，生理上的需求就会挑起我们去追求，而挑起我们去追求可以说就是无明，痴，不知道真理。在真理里面，我们佛性是一个绝对体，没有男女相，既然没有男女相，怎么会淫呢？所以一定要努力追求，可以到达的，可以做的，就看我们想不想成佛，想不想成道。想的话就努力追求，就绝对可以做到。经文第162页，阿难，又诸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杀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杀，必落神道。上品之人为大力鬼，中品则为飞行夜叉、诸鬼帅等，下品当为地形罗刹。比诸鬼神亦有徒众，个个自谓成无上道。其心不杀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，因为我们有杀心，所以才有生死相续，若没有杀心就没有。
现在我们都齐家修道，所以也都有小孩子是在修道家庭，尽量不要让小孩子去玩电动游戏，因为日本人发明的那些电动游戏都是互相残杀，你稍微去看一下都是让他死，让他死，小孩子会不会受影响？会，所以小孩子耳濡目染，小孩子并没有感到那是不可以，所以杀心都已经在小孩子的心中，让他死，这样不好。我们当长辈，父母亲，祖父母就要观察一下自己的晚辈有没有朝这方向在进行，若有的话一定要引导，最好能够带这些小朋友出去游玩，到公园去玩，到外面比较空旷的地方去游玩，这样跟天地比较融合，跟天地一融合在一起，心胸就会宽广。假如我们都窝在电视机前面，可以说我们心里面都不健康，而且我们有错了也不知道，往后发生事情了，是从这些小事情累积而来。所以我们就防微杜渐，很小的我们都注意到，不要朝那个方向去进行，而是我们让小孩子跟大自然接近，那我们带小孩子去玩，则小孩子跟大人也很接近，这样就很和乐，一家很和乐，是不是修道家庭？是，就是一个很理想的修道家庭。假如都一直要看电视的话，那小孩子就变成电视儿童，等到小孩子长大以后，小孩子就学电视里面的那些，电视好的都不播放，而都播放一些坏的，造成我们好的也不学，而都学坏的，这样就不理想，就会每况愈下。所以在生活之中，大人一定要做模范，要有身教，小孩子自然会学。所以这里心没有杀心，没有杀心很重要，因为后学在台北生活，时常都会经过卖游乐器的电器行，当一走过去以后，后学稍微看一下他们是在卖什么产品，真的连我们看一下才没几分钟也看，让他死，让他死，我们也会跟着让他死，让他死，大人都这样子了，小孩子更不会辨别。所以那种看了绝对不好，要看那个很温馨的，并不是不可以看，而是我们要选择好的光明面的，我们要去看，那种有杀心的杀杀杀就不要去看，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近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我们修正定，三昧等于正定，就是要出离凡尘的劳劳碌碌。各位前嫌我们有尘劳吗？有，不但有，还很厉害，都很投入尘劳，凡尘的劳劳碌碌我们都很投入。我们修正定就是要脱离尘劳。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我们杀心不除掉的话，我们没办法出离凡尘，一定在苦海里面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非常聪明，有很多的智慧，禅定可以现前了。如不断杀，必落神道，假如我们不把杀心断掉的话，已经落入神道。中品则为飞行夜叉，夜叉就是鬼，飞行的鬼，诸鬼帅等，鬼的统帅。下品当为地形罗刹，罗刹等于女鬼，夜叉等于男鬼。
所以下品就变成的形，不是天上飞行的。比诸鬼神亦有徒众，这些鬼神也有徒弟，各个自谓成无上道，他们也都讲他们成无上道，所以我们就要有智慧去辨别。小字体慈杀戒，亦注重在心，心没有杀心最重要，不但身不行杀，乃至其心亦不起杀念，心就不起杀念。杀念尚且不起，何况杀事？杀的念头都不起，不起的话，杀的事都没有。其心苟无杀念，则不负他命。假如我们的心都没有杀念，就不辜负别人的性命，不欠他债。因为你杀他，就是欠他。你杀他一命，就是要害他一命。那你既然都不杀他，自然就不用害他了。所以不欠他的债，不欠他债，自然不随其生死相续，就不会随生死相续了。若有杀心，则与众生结怨连祸，有杀心就结怨，你怎么杀我，或等于灾难，灾难就连着下来，尘劳不可出矣，凡尘的劳劳碌碌就没有办法脱离。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纵然有很多的聪明，禅定可以呈现在眼前，如不断杀，必落神道，等于不断杀的话，会落入神道。鬼神福报虽分胜劣，均为恶趣，人是人趣，气天神仙是天趣，三恶道是恶趣，故从人道而入者，谓之堕落，堕落三恶道。上品之人，禅智胜于杀业，神通既大，福德又甚，故谓大力之鬼，即诸鬼王，鬼的统领者，人间尊奉，称地称天者，称地称天，很多地方我们都在朝拜，那都是大力鬼，而我们称为神。要了解，我们凡尘在拜的不是有很多吗？他是有一些福报才会被人供奉。中品之人，禅智与杀业正等，禅的智慧跟杀的业两边刚好一样重，则谓飞行业差，诸鬼帅等，如山林城隍等。下品之人，杀业胜于禅智，杀业比较重，聪明比较少，神通既微，很微小，福德亦劣，福德也不多，则谓地行罗刹，就是地面在行走的鬼，但人精气，但等于吃，吃人的精气，比诸鬼神。未证未证，还没有证悟，说他已经证悟了，未得未得，还没得到佛性本体，他说他得到了，个个自称成无上道，无上道等于佛，自己说成佛。今闻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此鬼神，炽盛世间，自言食肉的菩提路。阿难，我令比丘食五净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身，本无命根。汝婆罗门的多真师加以杀食，草菜不生，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，假名为肉，汝得其味。奈何如来灭度之后，食众生肉，名为世子。我灭度后，释迦牟尼佛说我进入涅槃以后，末法之中，我们现在就是末法，多此鬼神，很多鬼神，炽盛世间，非常兴盛，自言食肉的菩提路，自己说吃肉就有办法得到菩提。阿难，我令比丘
食五净肉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凡尘的时候，生活的环境不容易生长五谷，连菜也不容易生长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允许比丘吃五净肉，此肉皆我神力化身。释迦牟尼佛用神力来化身，本无命根，他没有命根。乳婆罗门的多真师，印度的婆罗门都是在修道，很多的地都是很热又潮湿，加以沙石，草菜不生，草根菜都生不出来。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因大慈悲，假名为肉，所以五净肉假名为肉，汝得其味，就好像有肉的味道。奈何如来灭度之后，食众生肉，名为世子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，然后我们众生吃众生的肉。三恶道的畜生道也一样是我们众生，那我们吃他们的肉，就是吃众生肉而称为修道的人。小字体此言灭后，末法之中，是衰道为邪魔恶鬼盛行世间，唱言食肉当的菩提正路，说吃肉有办法成菩提成佛。佛告阿难，当前情形是权宜之计，方便法门。婆罗门国的多真师，地热又潮湿，加以沙石，不为不产五谷，且草菜亦不生，草根菜都生不出来，设若不化五净肉，五净肉就是不见杀，他死掉，没有看到在杀他，不闻杀，没有听杀畜生的声音，不为我杀，不为我来把他杀死的，自死，自己死，鸟残，而化到凉蔬菜，事出反常。假如你能变出五净肉，那你就变出一些米跟一些菜就好了。佛就讲这样事情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违反常态，跟他们生活的环境不合。为什么？这地方没办法种五谷，怎么会有五谷？又种不出菜，怎么会有菜？所以已经就是反常了，人以为怪，人都会称为很怪。我以大悲神力所加，悯其积虚化五净肉，假名为肉，肉都是假的，不真，令汝暂得其味，暂时就养身体，聊以支身，支撑我们的身体，有办法修道，先借假来修真。这个假要照顾，非有心性命根之真肉，像现在的畜生道有命根，那是真肉。奈何如来灭后，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以后，有时食众生肉者，实在在吃众生的肉，而欲名为世子，出家修道之人，即释迦牟尼佛的弟子。佛入涅槃之前言：善男子，从今日始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听食肉，不听就是不允许。所以佛在讲经的时候讲不允许，就说不听，不允许再吃肉。应观事实，如子肉想，假如你吃肉的话，你就要想这些肉都是你的子女，你吃你孩子的肉，夫食肉者断大悲种，食肉的话就会断掉大悲的种性。我们都是大慈大悲，慈就是娱乐，悲就是拔苦。我们佛性里面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，是我们佛性里面本来就具备。经文汝等当知，是食肉人，纵的心开，四三摩地，皆大罗刹，报中必成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。如是之人，相杀相吞，相食未已，
云何是人得出三界？是食肉人，纵的心开，似三摩地，吃肉的人已经心开了，就是能够领悟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，好像镇定。皆大罗刹，全部都是大的罗刹，即是鬼。报终必成生死苦海，非佛弟子，他的果报到达终点的时候，一定就省入生死的苦海，即有生死了。这种人就不是佛的弟子。如是之人，相杀相吞，相食未已，云何是人得出三界？所以这种吃肉的人，他们相杀相吞。所以肉字外面是一个阴阳门，上面人字是半阳半阴，出那个门的上面是阳，在门的里面是阴，底下人字则全部是都阴。我们吃了肉，上面半阳的就省下去，全部都阴，而底下那个全部都是阴的就浮上来，又一半是阳。所以人吃人，要知道畜生道之前也是人道，他当人时做得不好，欠人家债不还，所以出生畜生去还债。所以我们吃肉就已经吃我们自己亲属的肉，有时候要了解，你养鸡然后抓来杀，前一世是自己的亲属姑姑，现在你抓来杀，吃姑姑的肉，但我们都不知道，吃得很高兴而说好吃好吃，要不要再还给他吃？要，因果哦。所以不要贪口腹之欲，我们从嘴巴一进去到喉咙，有多长？三寸，我们贪三寸的胃，就要杀很多众生。所以我们吃荤食的人，你看一生杀多少生命，他到凡尘来一生，却要好几千万生才还得完，划不来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吃肉，不能说这东西很好吃，吞下去要再吐出来再吃一吃，当一进入喉咙以后，味道全都变了。当你要再吐出来吃一吃，你吃不下去了，一定都是吐掉了。所以都是相杀相吞，相食未已，就是一直你吃我，我吃你，这样一直吃，吃到都不停止，已就是停止，都没有停止的。这种人怎么可以脱离三界？小字体喻其将如来语传世末法，释迦牟尼佛要阿难，将释迦牟尼佛讲的如来语要传，要开示到末法，我们现在就是属于末法时期，即为就正，就是不要相杀贪口腹之欲。当以智之，要用智慧来知道，是食肉人，纵使修学赞的心开，亦不过相似三摩地，能够心开，那只是相似的镇定，终非真实三昧也，不是真实的镇定。现身皆大罗刹，罗刹等于鬼，报尽寿终，必成生死苦海，永为鬼类，都一直当鬼。今闻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四断杀生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，第二决定清净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杀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自塞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此等名为欲隐弥漏。清净比丘及诸菩萨，于其路行，不踏生草，况以手拔。云何大悲，取诸众生血肉充实，四断杀生，手断贪淫，四断杀生。
清净明慧，明确的教导。自塞其耳，高声大叫，求人不闻，自己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，然后高声大叫，然后就说大家都没听到。此等名为欲隐弥漏，要把它盖起来，可是就越显现出来。于其路行，不踏深草，不是在正路，正路都有车在行走，比较不长草，而其路就是有长草的小路，他的脚不踩生长的那些草，况以手拔，脚踏都不踏了，何况用手去拔？云何大悲，取诸众生，血肉充实，为什么具备大悲的我们这些人类，而取众生的肉来吃？小字体育仁慈之心犹及草木，云何大悲，取众生血肉以充滋养，任意食啖耶？今闻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，即是此土靴履裘翠乳酪醍醐，如是比丘于是挣脱愁还宿债，不由三界。小字体此劝断杀，必须身断，方可脱离生死。服有二种，服用及服食，虽一概不服，为经律论所明，不无轻重。如丝绵绢帛，则大小尘皆严禁，以其害多命也。靴履裘翠，小臣一向听许，大臣亦不全遮，以其非专为此而害命也。乳酪醍醐，大小并许。今云不服，以能不服则弥善耳，不服更好，你服也没关系。如是比丘，子腹已断，于诸世间真得解脱，然果腹尚存，不过愁还宿债而已，债务还清了就没有。现前残值寂静，无复续生，故不再游三界。经文第164页。何以故？服其身份，皆为比缘，如人食其地中百谷，足不离地，必使身心于诸众生。若生身份，身心二途，不服不食，我说是人真解脱者。如我此说，名为佛说；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这里讲我们的吃，像是地中百谷，我们都是吃五谷，没有那么多百谷。当我们吃五谷，五谷是从地生发出来，所以我们的脚都不离开的，因为根的结的缘很深，所以佛就讲，当我们不吃地生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飞。但因为我们所吃的都是地生长的，所以我们根的结的缘很深，不吃可以吗？不吃就死掉了，所以还是要吃。小字体服众生身份，指丝绵等，虽非身肉，然亦是彼身之一分，用之皆为彼结不离之缘，跟他已经结下不会离开的缘分。如人食地中百谷，脚不离的，我们吃地生长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的脚都不离开的。百谷物理论云，道者经络之总名，两者属纪之总名，书者众斗之总名，三谷各二十，何谓六十？蔬果之十，各二十种，谓百谷也。必使身心于诸众生，若生身份，指比丘之身心于有情众生；若生，谓肌肉骨髓；身份，谓裘翠乳酪等。身心二途，不服不食，没穿也没吃，
为非但身之于众生身及身份不服不实，而心亦无一念贪求服实，而是身心二途俱断。我说是人真解脱者，如我此说，修三摩提次断杀生者，是则名为佛说，即宜从之。不如此说，是即魔王说，食肉不爱菩提，速当远之，所以不要听魔王波旬说。今闻阿难，又复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牢，偷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偷，必落邪道。上品精灵，中品妖魅，下品邪人，诸魅所者，彼等群邪亦有徒众，个个自谓成无上道。其心不偷，偷也列入在基本功夫里面。小字体此段偷道、偷根道，偷是比较小，道就比较大了。非但道人财物，乃至言行诈意、捡获无实、吸取利养者皆是也。希望得到利养，全部都算。不为身无偷盗，要且心无偷盗之念，方为真持戒者，可以修三昧也，就可以修正定。此中不言身不偷盗者，以心且不动，何况身耶？心都不动心，身当然更不会去做。不断偷，则往复真常，你偷他的，你还要来害他，续诸生死，会接续所有的生死。厌尘方可以出尘，讨厌凡尘才可以脱离凡尘。贪世岂能以越世？贪世间的东西怎么能够超越世间？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偷，必落于邪道。邪通检视，在凡尘炫耀，非禅智不能发，今以禅智助偷，必当堕落。上品精灵，道日月之精华，且天地之灵秀，覆山脱水，或人祭祀者是也，要人家去祭拜他，那也算是偷。中品妖魅，道人物之精液，且山林之气润，未往未两四便作孽者是也。下品邪人，复性显屈，居心邪僻，诸魅所者，为精灵之所缚，被妖魅之所迷，妄言欺世，欺骗凡尘，诡异或俗之类，迷惑凡俗那种人，皆待偷修禅，其类不一，不是只有一个，故曰群邪，全部都不正，很多都不正。今闻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，多慈妖邪，炽盛世间，潜匿奸欺，称善之事，各自为己，得上人法炫惑无实，恐令失心，所过之处，其家耗散。上人就是菩萨，上人法就是菩萨法。炫惑无实，炫耀迷惑没有知识的人，所过之处，其家耗散。他若走过，一些财产都会被他拐走。小字体上人即是菩萨，以居声闻上故，声闻之上。此未得位的，还没得到；说得到了，未证未证，还没有证悟。说证悟了，邪师自负也，他自己很自负，下诈又乱，诱惑迷乱，炫惑无实，炫耀迷惑没有知识的人，恐令其人失于本心，亡其之见，所至之处，令其家财耗散无余。今闻我教比丘，
寻方起时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诸比丘等不自熟食，寄于残身，屡薄三界，是亦往还，去已无返。云何贼人假我衣服，必犯如来，造种种业，皆言佛法，却非出家。具戒比丘，为小乘道，由是一物，无量众生堕无间狱。令其舍贪，把贪舍掉。不自熟食，寄于残身，所以佛制定戒律蛮严格，比丘不可以自己煮饭来吃，自己煮饭来吃就犯戒，一定要去托钵。所以即在凡尘，就是把这一身已经是残身了。履薄三界，陆地叫履，海上叫薄，就是在三界旅行，是亦往还，去已无返，到凡尘来世最后了，不会再来当人。假我衣服，必犯如来，就是穿袈裟，然后把如来挑到十字路口去卖。造种种业，皆言佛法，都说这个是佛法，却非出家。具戒比丘，不是那种正式具备戒律的比丘。为小乘道，由是一物，无量众生堕无间狱。所以后学都时常讲，要去地狱自己去就好，不要带了一大堆人去。小字体，此先以己教相比相行，循顺方处地方所在，我教比丘循顺地方处所而行起时之法，令其舍贪，为菩提道，就是把贪心舍掉。因为贪最难舍掉，所以佛制定戒律里面，第一个就是把贪列为最重要的，要去掉的一个重要内容。贪为烦恼根本，根本即舍，知末自枯，没有根本，知末就干枯了，不会再开花结果，烦恼离而菩提可成。起同妖邪，炫异惑众，妖怪邪魔，炫耀跟凡尘不一样的，来迷惑众生，贪他利养，要众生供养，造生死业。我教比丘不自熟食，不可以自己煮食来吃，自己煮食来吃就犯戒律，令其知身是幻，要让比丘知道身体是假的，是幻，物是无常，领悟凡尘一切都无常变化，不过寄居过客于此。我们寄居在凡尘，是一个凡尘的过客，很快就过去了，无非借此三界是一往还，自此已去，无复再返。这一生过去以后，不会再来了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要努力修持，这一生过去不会再来了。各位要不要再来呢？要，发心很大，再来度化众生，如此行持，方为佛子。云何贼人，为内心窃取利养，外貌假借僧仪，僧人的仪容，拜犯如来者，卖如来，不着佛衣，不能取信于人，犯法为难，造种种业，皆言佛法者，非法说法，诡言异行，炫惑人心，无所不至，皆言是最上依佛尘之正法，却毁谤真实大乘菩萨之行，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地狱，这罪过很大。经文第165页，若我灭后，岂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，能于如来形象之前生燃一灯，烧一指节，及于身上若一香柱，这里看一看就好。
小字体此教舍身为因。若我灭后，岂有比丘发大乘心，决定弃捐诸有味香，修三摩提，能于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，此事含虑有宿身道业，累世之间都有偷盗，障碍真修。佛教修如是舍身为因修法，一切难舍，无过己身，很难割舍，就是我们的身体，能于如来向前烧一指节，于身上热一香柱，仗佛神力消宿障，消往昔累世的障碍，又为求佛证明除现执，此为舍行，难舍能舍，信其定消宿业，往世所有的罪业都消除了。今闻我说是人无时宿债，一时愁弊，常依世间，永脱诸漏，虽未及名无上觉路，是人于法已决定心。无始宿债，一时愁弊，怎么多的债一时都已经还完了。虽未及名无上觉路，虽然还没有了解无上觉成道成佛的地步，可是心已经决定了。小字体是人无始宿业道债，一时愁弊，何以舍身为因，即获如是善果耶？道者取他财力养此身，我们偷盗都是偷取别人的钱财来养我们现在的身体，今则舍难舍之身供养于佛，一念舍心即是大智慧光明，无始宿债即是黑暗，明能破暗，理固然也。常依即永慈，世间即有漏三界，永脱诸漏，为永远脱离见思诸漏而出生死，见惑思惑全部都脱离了。虽未明无上觉路，信之必得，觉之无有疑心，所以信之必得，一定会得到无上觉道，已经决定了，没有怀疑的心。今闻若不为此舍身为因，纵成无畏，必还生人愁其宿债，如我马卖正等无益。舍身为因，纵成无畏，必还生人愁其宿债，所以因很重要，绝对不要种因，种了因我就是要来接受果报，所以非常重要。佛就讲他本身如我马卖正等无益，这在后面有解说释迦牟尼佛本身的遭遇。小字体舍若不为此舍身仇债为因，以求忏悔灭罪，则纵成佛，必定还来生于人间，仇其宿债，一定再来还债，以其宿业未尽故，往世所造的业还没有了清。如我在毗蓝意中食马麦之报，无有益也。释迦牟尼佛在吃马在吃的食物，这也是接受果报。按《新起经》记载，习舍卫国毗蓝意阿奇达王请佛与五百比丘三月九十天供斋，时有魔入王宫迷惑王心，耽于五欲，我们身体的五欲，眼耳鼻舌身五个都要让他满足欲望，所以这五欲是最厉害，供斋六日止。又执意内机警，即收成不好，起食不得。时有马师将给马吃的减半拿来供佛及僧，要给马吃的减一半，另一半拿来供佛及僧人。佛就吃马麦至九十日，所以从第七天开始吃马吃的食物，一直到九十天，时王醒悟，向佛求忏。舍利询问因缘，舍利佛询问释迦牟尼佛这一段的因缘。佛言：
过去毗婆施佛时，有王请佛及僧，佛僧时已为病比丘请一分食，生病的比丘，我们带一分来给他吃。过梵志山，梵志就是修道人，梵志闻香，垢曰：讲坏话，此昆头沙门就是没有头发，应食马麦，应该就要去吃马在吃的粮食和羽干转，为什么拿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吃？所教五百弟子亦如是说，所以这个是因。尔时梵志者，今我身世，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，五百弟子，今五百罗汉世。此指因素垢佛僧，说他都没在生产，而却拿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吃。所以往后我们嘴巴不能随便乱说，乱说会有报应，这就是报应。你若说拿那么好的东西给他吃，拿猪吃的给他吃就好，那往后你可能就要吃再吃的东西了。所以这个种因很厉害，当因一种了，果报就要去接受。所以佛可以把他的因果全部讲出来，尚不免报，何况到他才悟，只有讲话而已，就一定会接受果报了。那何况偷盗、轻鄙身份、自应酬债，一定要还债。要知化佛不属业身，真佛离诸根量，换谁受报？盖为造业众生，是开示有果报，令生恐惧，故今引之，令我们众生会产生恐惧之心，所以现在就引用来讲，以正宿债必酬，一定要还宿债。所以在凡尘，不要说吃人家的钱很高兴，不要高兴，一定要还的。你人道不想还，就让你当畜生道来还。出生一只鸡约还200元，一只猪约还3000元，一头牛约还12000。那你还债的时候，你要出生什么？鸡是比较快，几个月就可以被人杀了，可以还债了，可是才200元，涨价了哦，现在300元了。你们去买鸡，一只鸡多少钱？经文：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断偷盗，是名如来。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偷修禅定者，譬如有人水罐漏之，欲求其满，纵经成劫，终无贫富。若诸比丘一波之余，分寸不续，起十余分，施恶众生。水罐漏之，漏之即漏斗。把水装进去后，很快就漏下去了。欲求其满，纵经成劫，终无贫富。倒进漏斗，很快就漏掉了，再怎么倒也倒不满。一波之余，所以佛制定的戒律，比丘能够拥有的就只有三一一波，旁边不能再有东西，就是不要有依赖，有依赖就成不了道，成不了佛，所以身边不能有东西。分寸不续，一分一寸都不储蓄，就要一无所有才可以，才真的修道。起时余分，施恶众生。假如起时有时候会起时很多，然后自己吃不完，不能说现在自己吃不完，留着下一餐吃，这样不可以。要布施给饥饿的众生，要给同行的比丘吃，当同行的比丘都吃饱了，就要给一些饥饿的众生吃，不能留着。
不可说这个很好吃，我这一餐吃不完，留着下一餐吃，这样犯戒，不可以。很严格的。一无所有，因为一无所有很容易到无极，因为我们都拥有太多了，所以到不了无极。这样各位知道努力的方向吗？舍，把它舍掉，当舍到一无所有，你就到无极了。要不要到无极？要，要就要学舍，能够舍。小字体，还。淫一，杀二，偷三。淫能障定，淫能障碍我们镇定。杀乃为慈，杀乃违背慈悲的心，理应先断故，偷居后。知是酒杯，漏之欲待偷之心，水欲定慧，注水入于待偷心中，望其成就圆通。如以水灌漏之，欲求其满，随灌随漏，纵经成劫，终无贫富，都装不满。若诸比丘三一一波之外，分寸不许蓄积，不可以储蓄，此只持不贪也，全部都不贪。寻方起时，设有余分，尽施饥饿众生，此作持不牵令也，不会一毛钱打24个结。何之则断贪令心？今闻于大集会，合掌礼众，有人垂立，同于称赞。必使身心二俱捐舍，身肉骨血与众生共。不将如来不了一说，回味几解，以悟初学佛应世人的真三昧。如我所说，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回味几解，回过来是自己理解。小字体，合掌礼众，断慢心及骄傲的心。观实相平等，见人是佛。捶打同称赞，被骂被吐口水跟被称赞都一样，观愿亲一相，荣辱无关，荣辱都跟我们自己的佛性无关。断甜心，身心俱能捐舍，断痴心，没有贪甜吃了，则我执法执亦断。身肉骨血与众生共，则转贪甜痴慢而成同体大悲。观此苦空无常无我不净之物，身肉骨血俱皆可舍施作佛事，此皆成就无偷之心，于一正二报，断除偷心，于佛法上亦除去偷心。如来不了一说，是权宜之计，方便法门，不以此回护过犯，不回护向自己，为自己解释，以悟初学，能如是偷心净觉，一念纯真，即证圆通体。经文第166页。阿难，如是世界六道众生，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以缘，若大妄语及三摩地，不得清净，尘爱见魔，施如来种，此名妄语界。这一段是戒妄语，要戒妄语，不实在的话就不要说。小字体，妄语有二，发言不实为小妄语，妄称正果，称自己已经正果位了，为大妄语，此中所断大妄语也。不为口不出小大妄语，乃至其心亦无妄语之念，方明持戒清净，可修三昧。无杀道淫，身心无杀，则慈行成就；身心无道，则舍行成就；身心无淫，则犯行成就。故曰三行以缘，此许其出离生死。
若大妄语，即夺其不出生死，以其犹有贪功心故，贪人家供养，贪其供养，求己尊胜，名爱魔，妄其邪见，为己其胜，跟圣人相等其名见魔。既已成魔，自不觉之，自己都不知道，生同醉梦，死从轮逆，以众生本有如来藏心，未成佛之种，今为爱见二魔所劫，故曰失如来种，我们的根本失掉。经文所谓未得位的，未证言证，或求世间尊胜第一，为前人言，我今已得须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罗汉道，辟支佛尘，实得的前诸位菩萨，求彼礼忏，贪其供养，是亦颠加消灭佛种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木，佛即是人，永允善根，无复之见，成三苦海，不成三昧。未得位的，未证言证，还没有的，说得到了；还没有证悟，说证悟了。一颠加没有善根。多罗木，多罗木非常高大，我们把根斩断，高大的多罗木就死掉了，已经没有用了。无复之见，正知正见不会恢复。小字体词数妄语之意，唯在贪其供养，故作大妄语。一颠加一云一铲提，此番断善根人。善根既断，是为消灭成佛之种。如人以刀断多罗木者，等于南印度建那卜罗国之北，有被多罗树木三十余里，树叶长广光润，诸国书写莫不采用，其树以刀断，则不复活。佛既是人，永允善根，他的善根都已经断了，无复正知正见，不会再恢复，沉沦三途苦海，纵有禅智贤资魔业，不成三昧，所以都是在三恶道之中受苦。今闻我灭度后，赤诸菩萨及阿罗汉应生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行度诸轮转，或作沙门、白衣居士、人王、宰官、童男童女、如是乃至淫女寡妇、奸偷徒犯，与其同事称赞佛尘，令其身心入三摩地，终不自言：我真菩萨，真阿罗汉，谢佛密因，亲言莫学。所以不能自己讲自己是菩萨、阿罗汉或是什么成就。真人不露相，露相就非真人。所以往后听到人家在讲他自己多厉害，你就可以知道不厉害，非常平凡的凡人，比一般凡人还凡人。像寒山拾得一经泄露身份，马上就是要隐，不能在世间呈现。所以真人都不能讲出来，若一讲出来就要马上不见。小字体佛灭度后，魔强法弱，魔很强，正法很弱，故赤菩萨、罗汉应生生彼晚末法而扶正教，就会生在各个阶层，摧邪宗而救众生，把他们所标榜的，把他摧毁来救度众生，做种种行，随类现化，每一个种类里面都有度诸轮转者出生死苦海，应以何身的度者，即现鹤身说法。以妙观察智、观机现行、沙门智童女等，如三十二应说，如是乃至淫女、
寡妇，兼偷徒犯，乃菩萨摄俗立身，就是进入凡俗要利益众生，四摄法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之同事舍，若不同其事，未免缴服其心，不相顺从；若与其同事，亦在得其欢心，以便与其称赞最上依佛尘，令返迷归悟，离苦得乐，转彼邪心，令得镇定。究竟不肯自言：我真菩萨，真阿罗汉，泄露佛旨秘密之音。轻言默学等于轻易泄言于晚学之人也。经文为除命中应有一副。云何世人，祸乱众生，成大妄语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后复断除诸大妄语，是名如来。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慧。小字体为除命中示现舍报。案中有遗言附主。住则不谢，谢后不住世间，谢漏以后就离开凡尘了。云何爱见魔人祸乱众生？未得未得，未证未证，还没得到而说得到，还没有证悟而说证悟，成大妄语。汝教世人修正定，先断淫杀盗，后复要断诸大妄语，必成无上菩提，此是清净修学之明慧也。经文是故阿难，若不断其大妄语者，如客人粪未沾痰行，欲求香气，无有是处。如客人粪未沾痰行，人的大便客尘沾痰的行香，欲求香气，无有是处。行香虽然是沾痰，可是它的本质就是粪便，粪便就是臭，你再怎么求香都求不到的。小字体以妄语心行，欲前粪禅定真修，欲沾痰佛像，用妄语粪秽之因求禅定法身之果，岂可得乎？经文第167页。我教比丘执心道场，于四威仪一切行中，尚无虚假，云何自称得上人法？譬如穷人妄豪帝王，自取诛灭，况复法王如何妄切？因地不真，果招淤屈，求佛菩提，如是其人，欲谁成就？若诸比丘心如直弦，一切真实入三摩地，永无魔事。我应是人成就菩萨无上之觉，云何自称得上人法？上人就是菩萨，为什么自己称得到菩萨的法？譬如穷人妄豪帝王，穷人说他自己是皇帝，自取诛灭，这样会被真的皇帝把他杀灭，况复法王？人王都是这样了，何况法王？法王就是佛，如何妄切？这个佛怎么可以去把它偷取来？如是其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肚肚脐，我们用自己的嘴巴要去吸自己的肚脐，各位前贤试试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试得到。要把我们的嘴巴去接触到肚脐，可以做得到吗？小字体但依正直之心，即成道之场，我们一定要用正直的心来修道，一定可以成道成佛。净明经云：直心是道场，于行、住、坐、卧四种威仪，乃至于末一切行中，尚要正直，无的虚假，云何妄自称谓的上人之法耶？
就是菩萨法。如穷人妄豪帝王，自取诛灭家族之祸，况复法王如何妄切？因地不争，果招迂曲，求进反退，求生反坠，求佛果菩提，自不能成。如是其人，是等于以口咬，其等于肚脐，口咬肚脐咬不到，为自作妄语消灭佛种，更欲望谁而成就耶？若诸比丘心如弓弦之直，无有产屈之相，心是四威仪之主，心直则四威仪中一切行门皆悉真实，永无虚假，则能直入三摩地中，永无魔事，魔行邪显，今心直行真，魔不得变。我应是人，定成无上之觉，无上之觉等于佛。经文如我所说，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，即波旬说。阿难，汝问摄心，我今先说，入三摩地，修学妙门，求菩萨道，要先持此四种律仪，脚如冰霜，自不能生一切之业。心三口四，身必无因。阿难，如是四事，若不遗失，心尚不愿色、香、味、触，一切魔事云何发生？心三口四，心贪甜吃，嘴巴恶口妄言绮语两舌，身必无因，他生出一定没有原因，所以不会生。心尚不愿色、香、味、触，一切魔事云何发生？我们心都不愿色、香、味、触，色、香、味、触都不接触，就不会被它影响。小字体阿难先问，欲摄其心入三摩地，云何令其安立道场，远诸魔事？佛按定其意，总结云：汝问摄心之法，我今先说四重律仪，即是入三摩地至妙之门，身心皎洁，丝毫无犯，如是则根本已除，自然不能发生一切之业。心三者指贪甜吃，口四者指妄言绮语两舌恶口，皆谓之业。金银沙盗妄，从心止觉，乃至一念不生，根本既除，则知莫魔所从生，故曰生必无因，不会生出来。如是四事，若能持守，不令一念漏落于四重中，则心常住戒，尚不愿色、香、味、触诸尘事业，尘依念住，凡尘按照我们的念而住，念觉而成何所依，凡尘就没有依赖。所以六尘都依赖我们的念头而住，当我们念都没有，一念不生，念都绝了，尘就魔所依，当尘魔所依，我们就解脱了，六根都不会被六尘迷惑。魔脱尘入，魔一定要脱凡尘，六尘进入，尘亡而魔何所脱？没有办法再进入我们身心，故曰一切魔事云何发生？经文若有宿习，不能灭除，汝教世人一心诵我，佛顶光明，摩诃萨达多，班达罗，无上神咒，思是如来，无见顶香，无畏心佛，从顶发挥，坐宝莲华，所说神咒。若有宿习，往习还有一些习性，就是我们食神里面的习惯性。无上神咒、楞严咒以前我们有记过来，各位有没有诵？有，大概有，
看一两次或诵一两次就放着了，大概要每天诵有点困难，因为都很忙。小字体素是素身，即往事、前世、前前前世一直累积下来，习事或业习气种子。人不使意，意使人。假如我们不使用意，不指挥意，那意会指挥我们人。我们要使意，还是要被意所使？使意，对，要使意。我们是主人，所有凡尘都是我们的仆人，我们要用它，不要被它。各位假如有买智慧型手机，一定要用它，不要被它用。现在很多人都被智慧型手机用了，即我们都是低头族，低得很厉害，那个就是意识人。意识人即是素习之始，欲洁而偏染，我们要清洁，可是都染了很多尘垢，好正而固邪，很喜欢正，可是我们都习惯在邪僻的方向，隐然若有驱策而不能已，好像暗中有驱策，不能自己指挥，自己的佛性不能当家，欲除素习，用不思议力神咒，诵咒而曰一心者，有事有理，是一心者，以能持之心，持所持之咒，能所分明，相续不断。理一心者，能持之心，全心是咒，所持之咒，全咒是心，能所双亡，心咒不二，咒则是心，心则是咒。咒是顶光化佛所说，正以表尊中之尊，尊贵之中是最尊贵的，密中之密，秘密的法门之中最秘密的，借此除习。摩诃萨达多班达罗此云大白伞盖，大表如来藏心之体，觉诸对待，绝对体，没有对待，白表如来藏心之香离诸妄染，白都没有污染，伞盖表如来藏心之用，普覆一切，所有一切都在我们如来藏心之用底下。既集藏心，故称无上神妙莫测之咒。斯是如来无见顶香，即佛三十二相之最，不见其顶。有菩萨要看佛的头顶，跑到佛的上空看下来，看不到头的头顶，就属于三十二相第一相，是顶法不可以见见也，最高的法不能用我们见来见，从顶发挥，光中涌出，千叶宝莲，有化如来，坐宝华中，所说心咒，已是诸佛心印，其体即是如来藏。所以这个咒是所有的咒之中最殊胜，咒王。经文且汝素世与摩登伽历劫因缘恩爱习气，非是一生即与一劫，我亦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。彼上淫女无心修行，神力明资素正无学，云何汝等再会声闻求罪上乘，决定成佛，譬如已成扬于顺风，有何艰险？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即与一劫，佛对阿难讲，你跟摩登伽历劫的因缘很恩爱的习气，不是一生或是一劫，一劫就已经很久了。各位还知道一劫多久吗？回去的时候拿计算机算一算。当我们人平均的寿命十岁，然后每一百年增加一岁，增加到八万四千岁，顶点了，然后人心思变，已经善到顶点就反恶，这时候每一百年就减一岁，
然后从八万四千岁一直减，减到根本的十岁，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。这个数目可以算得出来，一劫大概1600多万年。所以摩登迦跟阿难为什么这么恩爱？就是五百世都当夫妻，所以习气就生根蒂固。后学之前也讲，假如这一生这一世夫妻非常恩爱，他们会相约，我们来世再当夫妻，你们在家里有没有跟对方这样讲，我们来世再当夫妻？那再来的时候，既然是约定以后，就会呈现，可是角色就会互换，先生变太太，太太变先生，而没有改变的就是声音，身体改变了，女孩子的声音就变男人的声音，而男人的声音就变女孩子的声音，这一生又当夫妻，那就是前一世相约要来当夫妻的。所以这是一生这一世可以看到，后学因为有看到，所以才会讲。我亦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，佛对阿难讲，我亦宣扬最高的咒，那种五百世当夫妻恩爱的爱心就脱离了，摩登迦就成阿罗汉。比上淫女无心修行，她还很喜欢做爱，她没有心在修行方面。神力明资，神力暗中帮助她，速证无学，让她就得到无学无身法忍。云何汝等在会声闻？为什么你这一些在楞严法会的这些声闻，譬如以尘扬于顺风，有何艰险？我们拿凡尘的土沙举高放掉，顺着风，沙就被吹散不见了，就是很顺的意思。小字体此显咒力不可思议，姑就近是论之，就最近的事来讲，汝与摩登迦女宿是因缘，恩爱有加，非是一生给予一劫，由来远矣，非常远。一闻神咒，明勋加倍之力，宿习灭除，见佛闻法，爱何干枯，故曰爱心永脱，成阿罗汉。设非咒力，除此宿习，安得迎心宿灭？淫心怎么有办法这么快就灭除？弃无畏法耶？已经进入无畏法，即佛性本体。比上溺于淫欲，男女之间的情爱，无心修行，但由神咒咨询之功，尚能速证无学果位，无法可学，已经成就。没有我执，也没有法执。云何汝等或习微薄，迷惑跟习性都很微很薄，非同登加上为淫女，且无心修行，非汝等求罪上乘，决定成佛之决定自信。譬如以尘扬于顺风，尘欲习气，顺风欲神咒，习气欲神咒，习无不除，习气就会除掉，有何艰难险阻之事哉？假如感觉自己生根蒂固的习性没办法改，那就诵咒，每天诵，最少就诵一次，这样久了，你就会了解，力道有了，有力道可以除掉凡尘事，凡尘事没有那么强了。经文第168页。若有末世欲做道场，先持比丘清净境界，要当选择戒清净者，第一沙门以为其师，若其不欲真清净僧，汝戒律仪必不成就。要当选择戒清净者，第一沙门就是要选择老师，
即很清净修持者的老师。若其不遇真清净僧，假如没有遇到汝戒律仪，必不成就，戒律的礼仪就没办法成就。小字体此名因戒生定，今修律仪为其本。今闻戒成以后，者心静一，燃香闲居，诵此心佛所说神咒108遍，然后结界建立道场，求于十方，现住国土，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。小字体道气成就，魔不得变，随力厚薄，或者心一，或喜令静，而这此一表里俱结。燃香以熏其事，闲居以摄其心，心处交熏，如此诵咒，神效亦至，宿习亦除。咒诵108遍者，表108劫皆过，燃结界建立道场，求于十方，现住国土，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，此属所感，诸佛引现，身心受益，行道无虑矣。剩下约18分。提问问题。问：请刘讲师讲解太极图说。答：要从无极。太极已经是属于第二位阶，无极才是一个源头，源头就是一个圆。为什么知的一万事毕，就是把这一个圆一切断，然后一拉直就变成一，一浓缩就变一点，一拉就变一，圈起来就是圆，圆就是一个本来无极，切断以后拉直就变一。你知的一万事毕，你知道这个一万事万物都毕业了，就已经全部了解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来源，然后把一浓缩以后就变一点，一点就是我们接受点传师一点，那个就是受记，就是我们已经功缘果满受记一点。从无极我们一念未动的时候，然后太极的时候，一个圆里面已经有一个 S， 一边白一边黑，白之中有一点黑，黑之中有一点白，那就叫太极。无极，太极已经形成了，形成以后这样就叫两仪，再接着下来就形成四象，四象就形成八卦，相宗相错8、8、6、14，整个天地数就完成。我们的五字真经就是这整个无极、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、相宗相错一个过程，全部都在五字真经里面。我们要了解，我们在持诵五字真经，就是把我们整个所有的，不管是开天辟地一直到收天收的，都全部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。所以到我们的合同，合同也是一样，我们算命都会用手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然后子亥相掐怀中抱，能托九九大劫灾。我们所求的三宝就在我们身上，浓缩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，五字真经就是属于我们的般若妙智慧，合同就是我们所行为出来的万行及我们的行为，所以佛法僧三宝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要日用都用三宝，并不是来佛堂才叫三宝，时时刻刻我们都要用三宝，不是要你住在行香里面的三宝就是要用，这样会吗？问：无余涅槃里面有讲到一句，无乐之乐是为真乐，无乐之乐是什么？答：我们都住在文字，
无乐之乐不落入有，不落入无。假如我们有乐，有乐就有生灭，它有过去的时候，有乐就有不乐的时候，就是两边。无乐，不落入有也不落入没有，无乐是永远在一个状态之下，是很殊胜，是凡尘所没有的，永远都是那个样子，是用文字把无乐表达出来，我们不能住在文字，是这样的。无乐之乐才是真乐，后学常讲，你不着有也不着空，不着亦有亦空，不着非有非空，是什么现象？不可思议，那样就对了。无乐之乐就是不可思议，因为无乐之乐，不着有也不着空，不着亦有亦空，不着非有非空，就是那个状态叫做无乐之乐。问：佛经里面有一种叫无记，不晓得这无记是什么意思。答：有人问释迦牟尼佛，世界有边耶？世界无边耶？世界有尽耶？世界无尽耶？佛回答：无记。就是你不要研究，因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各位前贤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因为这个吵了几千年还吵不出答案来。没有鸡哪有蛋，没有蛋哪有鸡，都没有答案出来，佛就会讲无记，就是你不要研究，你研究浪费时间，浪费你的生命，所以都会用两个字，无记。无忌还是你太新，假如是太老的一些人，佛根本就不回应，莫你问完后佛都垫垫，台语那也叫做回答。什么回答？智答，搁置的答，就是不回答，你已经把你的回答都搁置放着。所以佛经里面看到无忌，就表示那个问题不要去深入研究，会浪费我们的精神。问：刚刚讲寒山拾得，他们的前世是文殊跟普贤，不晓得这样对不对？答：对。因为他们是现在凡尘大概有500世，记载在景德传灯录跟五灯会员，可是视线的时候都跟我们凡人一样，就是你看不出来他是文殊普贤，就像是一般的人，而且他们做的工作都很普通化，去厨房煮饭当火头军，所以连庙里的知客僧主持里面所有的比丘都瞧不起，在厨房煮饭的是辈分最低的，可是他们就是视线很普通的形象来凡尘。他们在凡尘都是有教导度化众生，因为风干和尚有一次去治疗一位新的知府，一州的长官，知府生病都好不了，因为病却无法就任，结果被风干和尚治好。知府就问风干和尚：你是在哪一间寺庙？风干和尚就回答：寒山拾得住的这一间寺庙。当知府已经就任当官，要来回报感谢风干老和尚，结果要回来找风干和尚却找不到。但之前风干老和尚跟知府讲你去的那间庙有文殊跟普贤，知府说有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在凡尘世间呐。风干和尚说有，但是他们是现寒山跟拾得。知府就真的去寺庙找寒山跟拾得，结果寒山跟拾得在厨房煮饭，一听到有人要来找，说是风干老和尚介绍的，寒山跟拾得一听就说：
他若不说来，我们可在这里煮饭，日子很好过的。结果被他一讲，他们就不得不隐遁。所以他们一方面一直跑进深山，躲进石桶里面，就一直念风干饶舌，风干饶舌，饶舌知道吗？多嘴，你若不讲，我们两人还住得很高兴，结果你一讲，我们俩人不隐遁起来还不行。结果寒山拾得就对知府讲，阿弥陀佛，你不去拜，你来拜我们做什么？因为风干老和尚就是阿弥陀佛，他们却互相讲出来，互相都不见了。所以一讲出来以后，被人家知道身份以后，就不能再见人了。所以要了解真人不入相，你一入相以后，你就要退隐，不能再凡尘视线。问：活佛老师曾经提到，信理心法班除了听以外，还每天要做一个小时，做的方式是不是有前贤说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做，包括你开车、炒菜、上课，什么做都可以，那是怎么做比较好？答：对。后学一直强调修道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行住坐卧都是在修道，不是要找时间，不是要找地点，你找时间找地点那个都不是道，道在日常生活之中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要怎么样来做？活佛老师要我们做一个小时，其实一个小时不多，为什么？很快。假如你已经没有重要的事要做，你静下来，然后恢复到你的佛性本体，大概只有一刹那，不用几分钟，一个小时就过去了。甚至，那，怎么经过这么久，不止一个小时了，已经过了四、五个小时，可是一定要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努力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。那个时间真的没有办法约束了，绑不住我们了。时间的经过是刹那，刹那，刹那，已经是很久的时间。假如你还要经过几个小时，你就赶快进入你的佛性本体，几个小时都过了。若是有跟人家相约，要记得不要失约了。问：刘讲师上一节有说到觉，刚才刘讲师又有说到一觉与一可以通天地。答：觉与一是文字不同而已，是一样的。觉就是一，一就是觉。我们知的一万事毕，一就是道，它是以文字来代表。觉是我们佛性本体的另外一个名称，因为觉落入身体以后，有生灭的觉跟不生不灭的觉，我们一定要能够分得很清晰，你是属于生灭还是属于不生不灭，一定要知道。不生不灭才是一，才是佛性本体。生灭的，因为我们都被生灭迷惑，我们追求生灭而不追求不生不灭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对生灭的感受很强烈，对不生不灭的就没有感觉。